前暂时显示大热十二，最死步。好，你一开闸齐齐出击慢咗少少啊，前面快啊嘛，好多隻啊，电子宝贝马功神都快啊，出边开心有利最出上教啊，内栏第五精算谋功啦，外边啊极爽啦，最出紫色衫黄帽嗰隻咧就魅力星光啊，咁啊电子宝贝依家拖翻住大约七八位嘅，咁啊埋边嗰隻咧精算谋功啊唔规矩，外边领航大帝啊，尾四继续精彩，尾三咧就系小鸟翱翔啊，绿色衫橙眼罩，尾二咧就东方繁华，暂时包尾齐齐出击啊，跑咗一段啊，前面带头啊嘛，内栏位置系上教啊，最出系魅力星光啊，中档第三位仲有极爽啊，咁啊第四位开心有你啦，浅蓝衫第五位领航大帝啊，黑白衫第六位嘅马仲有马功臣啦，内栏一早要逼啦，精算谋功啊，电子宝贝响尾五啊，尾四内栏继续精彩，尾三东方繁华，后边两只小鸟翱翔齐齐出击啊，入正最直路，上教依然系占先，外边有魅力星光啊，两个马中间咧开心有你够唔够位咧？再下一层啊嘛，咁啊外边冚啲嘅马仲有领航大帝，中间马功臣亦都上。上嚟啊！最后一百米，上教响入边，出边咧就系魅力星光，两个马中间开心有利，外边上跟嚟仲有呢只领航大帝，中间马功臣接近中啲魅力星光，终于都赢啦！跑第二名嘅马咧，咁啊中间位置咧，枣红色就开心有利，入边系上教啊，咁啊都系摆前嘅马咧，优势大好多咁。埋边上教终点前有啲力弱，外边黑色鼻孤魅力星光。咁啊，开心有你咧，喺入边都窄位推进噶啦。至于跑第四名嘅马咧，咁啊，因为嗰只领航大帝侧起个头啊，咁样马功臣应该机会大咗。十一号魅力星光啊，伟达啦，先拔头筹啊，潘明辉啊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系开心有你潘顿，第三名一号嘅上教啦，咪防到埋嚟啊，史卓峰，第四咧马功臣啊，咁啊何美莲啊，伟达咁啊，今晚头场即刻就落飞胜出呢只十一号嘅魅力星光。哦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有的啱啱好码头位啊，打开城门啊，咁啊十一五一六啊，都接近啦。头三名马匹，咁啊头场嘅暂定名次十一号、五号、一号、六号。见到阿伟达剪咗头发喎吓。咁啊，第一齐睇下啲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十一号嘅魅力星光，独赢派五十四个半，位置派二十个半。跑第二名系五号嘅开心有利，位置派二十一个半。跑第三名系一号嘅上教，位置派四十蚊。跑第四名就系六号嘅马功臣，连赢五搭十一派二百一十四个半，位置嚣五搭十一派七十九个半，一搭十一派一百二十二个半，一搭五派一百六十蚊。咪第一次赢马唔肯系开船门喎、啊，系咯。我又跑一次，唔好啩。好，睇睇二重彩，十一号、五号顺序排三百九十一蚊，单天一号、五号、十一号就排四百九十九蚊。睇埋三重彩，十一号、五号、一号顺序排二千七百三十六蚊。吓亲佢啊！通常跑完就翻马房啦嘛。系咯，今日唔系，有啲嘢做喎。带我去边啊？系咯，影翻张头马相啊！但系二名都好近嘅，反嘅开心有嚟到先啦。窄位捐上嚟啊，都几肯冲啊！第四都好近噶，马功臣啊，咁啊外边就歪住个头啊，另外系咯，就系佢唔成熟噶。如果唔系，佢实有第四。咁啊，都可以记存住，下次可以留意啦，都开始有啲走势啊。嗯，
卒之打開勝利之門啊！呢只魅力星光啊，嚟到香港即係作戰咗咁多場啦。啊，咁啊，偉達嘅成績點先？嗱，我哋揀咗都多佢啦。佢參戰馬啊嘛，贏咗頭場喎。嗯，係啦。結果都係潘明輝最夾呢只魅力星光啊！前次都係喺佢胯下跑第二嘅。三次上名噶，之前騎佢啊，今次贏埋添。嗯。咁啊，終於都打開勝門。唔係咁早擺到前嘅今日啊，估唔到啊！即係佢嘅際遇好啦，上嗰只上教嚟啦，咁快埋咗嚟啦，都跑到盡咯。上教、見阿姚本輝翻到嚟，同阿史竹峰都第一第手，大家都有啲無奈啦，嗬，盡曬力啦。冇計啦，起碼冇人頂你啦，係嘛？早段又唔係第三都冇啊。起碼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勝出咗嘅係 A 二隔夜半熱門派33蚊。四連環一號、五號、六號、十一號派1176蚊。四重彩十一號、五號、一號、六號進序派27365蚊。好啦，亦都恭喜馬主啦、騎練啦、偉達以及係潘明輝嘅。咁啊，臨尾咧有三隻馬落飛，十號、十一、十二，咁啊，結果咧得只魅力星光翻嚟得咗啫。其他嗰兩隻睇睇巡邏影片嘅，你跑成點啦？東方繁華以及係電子寶貝嘅起步，咁啊，小鳥翱翔就慢啲啦。咁依家速度真係唔係好夠噶啦。灰馬齊齊出擊咧都麻麻地嘅。前邊啦，見到潘頓出咗嚟就開心有利啦。喺個內側馬功臣大愛當上教咧，好快已經線咗埋嚟噶啦。中路位置見到藍眼罩白山白帽咧，極爽啦。走最出邊啊，就係魅力星光。中路電子寶貝喎，咁喺個第六位啦。開邊領航大帝繼續精彩，鐵欄小鳥翱翔電口一對，東方繁華以及喺灰馬嘅齊齊出擊。唔係睇啲人馬姿態咧，又唔係放得好快啊！咁啊，就係啲分段時間咧，真係快得幾誇張，兩段加埋都快咗成六線啊！咁啊，睇下再睇下多一兩場，係咪個場地好快嘅關係啦？咁啊，你仲要睇分段時間快啫，你前面嗰兩隻翻曬嚟嘅喎，真係係前面嗰堆喎，後邊嗰扎咧就都叫做追翻啲嘅。咁啊，失望啲電子寶貝啦。咁啊，雖然話佢流放做得唔好暢順啦，見到第一個彎咬出嚟三碟，咁啊，但係蝕翻埋佢，直路應該可以再衝好啲噶。其他馬潘頓又不是話好望空咧，一個集位之下上與唔上之間，都叫聚出翻上名嘅。雖然話分段時間快喎，但係前面嗰堆咧真係翻嚟都仲係幾硬唔散嘅。頭場賽事都覆榜完畢，位置 Q 派彩五搭十一派79.5，一搭十一派122.5，一搭五派160蚊。三揀一派彩勝出咗入係 A 二隔夜半熱門派33蚊。二重彩十一號、五號順序派391蚊。四連環一號、五號、六號、十一號派1176蚊。四重彩十一號、五號、一號、六號順序派27365蚊。咁啊，睇埋分段時間，頭段13秒65，第段22秒29，末段13秒75，賽事完成時間1分09秒69。